11月8日是 TFBOYS 成员王源21岁生日。零点刚过，两位队友王俊凯和易烊千玺同时发文为王源庆生。王俊凯写道：“兄弟，21岁生日快乐！新的一岁，天天开心，继续做自己喜欢的事。”晒出王源认真写字的照片，配上“写下的愿望都实现”的字样。易烊千玺则祝愿源哥21岁生日快乐，继续勇敢追梦，实现更多心愿。晒出王源奔跑的侧脸照，写上“奔向21岁”的字样。粉丝纷纷表示，兄弟的生日祝福永远不会迟到，祝小源生日快乐，三兄弟要友谊长存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从2012年开始算起来，今年是王俊凯连续第10年为王源庆生。当然，今年9月21号同样也是王源连续第10年给王俊凯送上生日祝福。今年王源参演电影《1921》，参与创作专辑《下野了》，参加真人秀《奇异剧本杀》，明日创作计划可以说是收获满满了。祝我们小源生日快乐！